其实黎明是第三者。黎明嫂 Win 情史被翻书，原打算嫁的是富二代网民，原来是石家。51岁香港天王黎自从宣布终结黄金单身汉，与32岁助理女友 Win 正准备新生命的到来，过往恋情不断被翻书。东网收到消息，曾离婚的 Win 与 Lin 其实早于2016年踏着，然而 Win 去年正与车行富二代 Vincent 公开拍拖，十月两人更一起出席周国贤胞妹的婚礼，男女关系耐人寻味，其异性缘已相当旺。其实 Win 加入 A Music 初时主要是协助李治廷，他眼见李治廷在内地走红于是在香港开高价，导致男方在港失去不少机会。不过两人感情要好，更有指 Win 踏上离婚之路与李治廷有关。至2015年，李治廷离开公司，有指李治廷不带他走，亦有说法是 Win 要求留低，故不论真与假， Win 留守 A Music 竟令他走上富贵之路。